采取这个保存的一个最大化，所以说要把原有的材料尽量的把它留下来。量的端点的地方有朽坏的状况，我们就只有将朽坏的部分把它换掉，那可能保留的大概八九成的部分，那另外一层的部分用新的一样的材料，那但是用原有的这个工法形貌去把它修复回去，所以说过程是比较讲究的。上面印了什么呢？印了当时建造车站时，从阿里山的林务局要出货这些物料的时候所提供的资讯，包含台湾总督府的官印啦，这个木头它的材质啦，是什么块木还是本地一颗红块，他们都写得非常清楚。那我们也找到了台铁的北淡线还没有废除之前当时所使用的老旧车票，大家可以看到从新北投到双连站当时的票价是8元，然后这我们还可以看到说，当时车票设计，如果你是半票，就是直接从这里剪掉就可以了。这些都是现在在搭火车的人，或者是现在已经没有北淡线了，所以是非常珍贵的一些历史的文物。